奥尔森科技集团战斗性仿生人塔尼亚，序列号 OSCR104， 呼叫指挥中心总指挥，请求进行任务汇报。我是总指挥赫维博士。塔尼，你这条线路直通我这里，不用这么正式，你说吧。父亲，我已抵达预定位置，现在位于黑雾密林边缘，我能感觉到这里的卡帕斯能量指数明显偏高。塔尼亚即将按照任务计划进行探索。根据先遣队的汇报，黑雾密林深处隐藏着500年前雅茶城的遗迹，其中有个王城礼坛，我怀疑就是卡帕斯能量爆发点。收集能量爆发点的数据是奥尔森科技集团进一步研究和利用这种高效能源的重要一环。塔尼，你是我最骄傲的女儿，探索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不要让我失望。还记得吧，上次优化时给你的手臂替换成了可变形的纳米材料，默认模式还是你之前最习惯的机能键，但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尝试不同的武器了。好了，注意安全，优先保护好自己。我等你消息，塔尼。